さよなら。这个是秀哥。啊。哦。对吗？反的。好。你受伤的是什么？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另一边。衣服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可以睁眼。你刚刚明明可以自己拉衣服的。那我拉回去。不用了。我没有要跟着你，只有这一条路。不是，我是想说。今天在图书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那我走了。我三天后换药。哦。喂，妈。儿子，地震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们呢？没事就好。我跟你爸没事儿。哎，周晓呢？他也没事儿吧？他也没事儿。那你们和好了没有啊？没有和好。还没和好啊？那妈给你想办法。妈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。儿子没事吧？没事儿。